老爸啊，你那脖子上咋的了？那怎么红了呢？嗯，把人狗咬了，让狗咬了啊？那得打针呢。打了？啥时候打的？当时咬完了，当时打的快人员啊。没事了，不用念了。那打了就吓我一跳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出去要个账，要了半年才回来？账要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虽然我没把账要回来，但是我把他家孩子绑回来了。绑回来了啊？在哪呢？在我肚子里面。哎呀，你这是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？没有，我没把自己搭进去。他要是不给我钱的话，我就不给他孩子，不给他孩子。哎，你说年轻的时候你怕我，那现在你怎么不怕我了？现在我还怕你个屁呀！年轻的时候离婚还让人讲究，不生活。现在咱俩要离婚，多少个老头来那等我呢？现在离婚，明天就来接我呢，老头。我还怕你，怕你屁！小红男人去洗浴就是为了洗澡吗？主要是为了上二楼，有时候都忘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孩子都上学去了，整不整？我一天到晚挺累的。整呗，好几天没整了。来整。行，等等等等。我大爷啊！我大爷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大爷！你为什么要搞大我肚子？我还是个学生，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我父母？怎么面对我未来男朋友？我的人生？你把我叫出来就是因为这事儿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我就学校食堂一个打饭的，你说你回回打饭都打六个菜，全是肉的，你妈肚子不大，谁妈肚子大呀？你还有别的事没啥事回去了。如果有五十个帅哥同时追你，你怎么办？请用四个字回答。来，这不就一个字吗？一个个来。哎呦，你说眼大的好呢，还是眼小的好啊？眼小的好呗。为啥呀？眼小的吧，刮风它不迷眼睛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喜欢我老公吗？不啊，什么意思？那你为什么半夜喊我老公的名字？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没纸，喊你很多遍，你睡得像死猪一样，结果喊一下你老公的名字你就醒了。姐夫，嗯，帮我洗个澡呗。有人。你疯了吗？你姐还在家呢。就是姐让你帮我洗的呀。啊你想什么呢？你要把我整死！哎，这都结婚十来年了，一点新鲜感也没有。这我要出去找一个的话，那都得老刺激了。你可拉倒吧！我都出去找了好几个了，还不赶你呢！我家我老弟要结婚了。妈，结婚好事啊？好啥事儿？好事啊！人说了，那个让你多随点儿。不是随点礼，那管啥的？我到时候我随两千。那两千能够吗？后边加俩零吧你。咋的？让我随二十万？那当初的时候你就花五万块钱娶的我，我老弟饺子吃亏了。这回咋呢？他媳妇儿说要二十万，完这钱你就出吧。啊，是这么个事儿。那这么的吧，咱俩离婚，我直接花二十万给他媳妇儿娶回来就完事儿了呗。那我咋办呢？退货呗。老弟啊，你听着没？你姐不是个狠人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要这钱，我跟你说完了，离婚不要我了。老弟，老弟，挂了。挂了啊！耶！那啥，你去买点牛羊肉去，咱吃火锅，庆祝一下啊！我冲点酸梅汤。好嘞。异地分居，你能忍受多久？忍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不能异地。哎呀妈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得回家，这可真不行。嗯？别回去了，在这最危险。不行，咱俩刚认识，你说我这好说不好听传出去，行呢。
鞋扔哪儿去了，大哥？啊？呀？啊？爸呀，鞋呢？啊？鞋你妈给说完了？我妈走了呀？上哪儿去了？老舅打电话要去，完了去吃饭去。一会儿我也去呢。今天晚上我俩就不回了啊！你给家看家吧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你别吓！那咋跟你说？鞋给刷了，你也走不出去了，也不能光脚丫回去。不行，咱们已经在这住一宿。不行，咱们已经在这住一宿。那没招，那就得对付一宿了，回不去。对，你也不能光脚丫回去。就这男的着急忙慌娶个媳妇儿，不歇恨了，着急忙慌成个家不累回，着急忙慌鼓秀小孩他不带，咱不知道想干啥。那工资卡不都搁你手呢吗？咋真多事儿呢又啊？你不提那工资卡还好点，一提工资卡我更他妈来气，这火刺一下我就上来了，真的啊！就那工资卡给完我之后，买烟找我要钱，加油找我要钱，喝酒找我要钱，还房贷找我要钱，你是干啥都找我要钱。我呢买包舍不得，买件衣服舍不得，买双鞋舍不得，看上化妆品还舍不得，自个儿过个生日舍不得，哎，以前舍不得，现在更舍不得。那钱都搁你手，你想买啥你就买呗。你嗯，你这是上存下存一吧唧，你从未说了。我这钱要花了，你家要有啥事找我要钱，要没有钱你瞎花，钱都要你瞎花了。那你不瞎花咋的？我这一月月的就抽点烟，我还干啥花钱呢？都给你那么钱呢？那结婚过日子成家买啥不要钱呢？啊，买根葱都要钱，还粘人我瞎花钱。那以后钱你管，你不瞎花你管，我看你咋管。那我管得了，行，那我管吧。你管个粑粑，你管，你还想管钱你啊？你他妈自个儿都管不住呢！你要管钱，全他妈让别老娘们儿有都得骗去。你都不知道六十岁老头儿，咱说一实话，你要管钱，那我和孩子我们俩都喝他妈西北风呢，你还得管？你啥你都得管，啥你都得管，钱你管？你做梦你那嘎子呀？啊！如果你今天再不还钱，嗯，我就把你抓回去做媳妇儿。啊？还有这好事呢？那行，你别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男人呢，喝醉了酒，醉醺醺的回家。到家之后，一看呢，这媳妇在床上躺着睡着了。这男人上去就啊亲了一口，一边亲呢，一边就说了：“我就喜欢你的樱桃小口一点点。”把这媳妇呢一下子亲醒了，这媳妇醒了之后啪啪给男人俩大嘴巴子，然后就说了：“他妈的，你亲哪儿了？亲我肚脐眼儿了！我刚才给楼下洗澡，我就听着那搓澡的打电话说，一共就俩逼人洗澡，哪有搓澡的？我就严重怀疑他说的那俩逼人里就有我一个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”